赶快揭穿它。好，我们要如何把这枚戒指穿到这个铅笔上这边来呢？其实非常的简单，我们来先看表演后看教学。首先呢，我手上这边呢有一枚戒指，还有一根绳子，对吧？好，我就给它这样子握住啊，来看一下啊，来，确确实实在这里了，对吧？好，接下来呢，我就把这绳子呢先给它绑起来啊，把它两头呢全部给它绑紧一点点，然后呢，我再拿这个铅笔呢来看好了，就在这位置，三二一，上去。吹一下，你发现了，哎，它就真的上去了，对吧？非常的不可思议啊！来看一下，没有任何的问题，对吧？好，这个魔术是如何做到呢？咱们就直接开始教学啊。好，这个魔术原理非常的简单。首先呢，我们要用一根绳子把这个戒指呢放进去，然后呢，拿这个铅笔呢，夹到这个位置来。好，然后呢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这样子啊，把手握住，然后呢，把它反过来，把这个绳子放到这边的时候呢，哎，当我去拿这个绳子的时候，来看好了，我就这样子偷偷的手挡的时候呢，我手挡的时候呢，就是这样子啊。举个例子，我现在挡住了，你看，快速掉下去，对吧？你看，一拉出来，对吧？一拉出来，你看，在我这边了，对吧？握住，好，这时候就是这样子了，我直接呢就把它这样子塞到我的铅笔这边来，来看一下，是吧？直接就到里面去了。好，这时候一二三，哎，当然就会跑到上面来了，对吧？好，非常简单啊。好，学会了记得帮我点个赞，关注一下啊。